到西乡云水日托般的阿公阿嬷，每一次来到社区活动中心，都有精彩的内容迎接着大家。这一天适逢父亲节到来，欢喜和乡长载歌载舞。来和长辈同欢的是礁溪乡大家长张永德乡长，戴上彩色尖头帽，和村长以老来子的愚亲模样，逗乐了长辈。张乡长表示，今年是他第一次过没有堂上老父的爸爸节，因此希望为人子女要倍感珍惜和父母亲相聚的宝贵时光。前阵啊，我的爸爸吼嘛无伫哩啊吼，所以讲我今年会使讲算头一年吼，过着啊无父亲的这个父亲节吼，咱在座的每一个父亲吼，咱每一个妈妈。拢会使讲吼，为着咱一家一业对咱的家庭的付出吼，照顾大家拢不遗余力吼，对咱的子孙吼，包括厝内大大细细吼，会使讲拢是阿爸阿母吼，所庇荫的吼，阮在子孙才有法度有今仔日这个较好的生活，较快乐的日子去过吼，即拢爱感谢着咱的父亲，咱的母亲吼。我嘛伫个遮嘛希望讲，咱在座的每一个长辈吼，伫厝的厝边头尾吼，甚至来到咱的三民社区，咱拢保持着非常欢喜的这个心情，好不？好。逐工拢快快乐乐，甲歹的代志拢甲放袂记哩吼。乡长张永德更与在地的三名村长共同参加和长辈欢唱跳舞的行列。咱乡长一直去杀这个日托站，甲资源回收，吼，伊非常非常的用心。我嘛希望讲在座各位呢，转去有时间呢，吼，大家楼顶照楼卡，厝边照隔壁，尽量招招来遮。咱的目标以咱三民村来讲，要招80个哦，无困难。乡长，你看，装冷气啦、电风啦，伊这么照顾咱，所以伊对这地呢。非常非常的关心。礁溪乡公所社会课与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安排长辈们庆祝父亲节，由乡长和长辈一起切蛋糕。祝你父亲节快乐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快乐平安。
礁溪乡公所希望借此示范与呼吁乡亲和长辈相处，就是要多一些时间，多一点互动，让老爸老妈天天开心。